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客勤会想游记脱围挑战。挑战啊，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角色的面板啊，他的角色面板是比较高的，然后暴击暴伤都比较高，2400的攻击力啊，带的是五切是如雷四件套，你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圣遗物的话可能不太好打啊。硬座化两名，天赋技能的话全慢啊。好，接下来之后呢，先来到这四个方杯这边，然后长按E，保证第二段E一次性激活这四个方杯，然后回头啊，利用普攻的附魔激活这两个方杯，然后最后一个方杯我们短按一下E，那这边就开了，然后我们去第二关啊。好，这边的话第二阶段的 buff 的话是打天上的气球会获得雷元素伤害的加成，并且会提升元素精通啊，并且有概率会出现那种挂草的果子啊。然后我们来打一下，总之就是要打天上的气球，然后按一技能，然后再飞上来啊，然后吃一个增益，然后在左边的话是可以看到增益的持续时间的。骗骗念念好怕骗信影如剑念啊，这边继续扣他影随念去吧，要的要碰的喝喷耶耶哼嘿哼。好，没 buff 了，然后我们来可别眨眼，哼，吃个 buff 啊，哼嘿耶哼然去吧去啊，无处可查，是啊，这就纯看练度啊。这后面这一关就你练度高的话就好打，练度低的话可能就要凹啊。